我们现在在这边是王美老木的海边，现在是退潮时间，有一只生物不知道是什么，它伸出触角了在吃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伸出触角了。球，它是何种生物？看它下面脚在吃东西，好想知道它是什么。它很酷哎，它在吃那些海藻那些，然后往嘴巴，是往嘴巴吗？应该是吧。超多触角，像外星人哦，在吃东西。很酷，现在是晚上，你有没有看它的触角？嗯，这很长出来。对，知道的人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。你看它越来越长了，它有些东西在洞穴里面，很酷哎。转过来，嗨，妈妈跟圆圆现在在上面，我们现在在水里看，现在退潮之后有什么东西？这前面这。等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都是一些礁石，因为现在已经退完潮了。这是我们水，看到一个东西，哎、欸，嘿嘿，这个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当地人哈、哦，我拿一下来，马上放下去哈、哦。好，两只，这是海参吗？还是这个当地人说台语说海蓝。叫对，当地人是这样讲啊。哎、欸，他尿尿，他尿尿，他吓到错尿。再把它放下去，对，他会连一些石头了。你看，请不要有病，把他身上那个印要洗干净，那是保护他们的。不要有那个觉得人家是花生粉，像这也是吗？哎、欸，它好长哦，是软乎乎的吧？你不要说我，你不要，你不要吵我那边。哦、好可怕，喷尿，他刚很懒乎乎就喷尿，好好笑哦。还是离开水面就会喷尿。再把它放回去哈、哦。再给他们放回去，好好笑。哎，它变比较短。相亲相爱啊、哦。他们两个是夫妻。相亲相爱。他们两个是，我们给大家看远方。现在我们光照一下。其实这边是个海，这边算海边呢、啊，只是现在退潮，所以有点。来，在那边，来，有没有看到？等一下哦，来不及看。哦，有看到浪了。海浪。有。这已经这比较近了，这里外面这里有没有看到一圈海浪？等一下哦，有。这边就是我们现在在海边，我看到渔船，现在有一个船，哦，有船正开过来了。船在叫，看，那等一下，那个被船用的水波纹会很大，等一下过来就会比较大，浪就会比较大。对，如果现在正在潜水，浪就会很大。我这船的声音也是颇大声的。现在是夜晚，我们待会要去觅食了。在船那边哦，船那边有红绿灯，你看哦，注意看，哪里有？是啊，哪里有红绿灯？有绿灯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我看到绿灯，可是那真的是吗？绿灯有啊，是吗？这里啊，就这里啊。有啊，它会变红灯吗？它应该是，它有变红灯的时候吗？只是那边，它后面好像有胶，只是好像只是不要去撞到它。对啊，灯塔的作用吧？是这样吗？是啊，真的哇！你们看这里都是海菜哦，海藻、海草，整片都海草，很夸张哎，整片。你看浪打上来了，浪哇！有看到哦，有浪。有没有看到浪打上来了？你看我的头，你跟着我的头灯哦。好。看哦，这里海岸线。那边有人在打鱼，有看到吗？哪里？远方。我昨天不要说、哦、有被你挡到了，看不到。我移一下。远方。哎、欸，有，远方会有一个亮光，有没有？有绿绿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再给你们，我们把灯关起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前面有个绿绿，那个下面就是有人正在
潜水打鱼，有没有绿绿啊的光？那就是在潜水打鱼。阿兴啊，你打到肚子里，阿兴你压力太大。而且他还一个人呢。一个人打鱼是有点危险呐、啊。对啊，太危险，因为海浪无情。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边，其实平常会都是水，只是现在退潮。哇，这下面应该可以寻到很多宝物哦。哎、欸，右手边刚刚船，那是公船进来的位置嘛？对啊。那位置是叫什么？白沙港吗？白沙渔港吗？看到这里，这个这只虾很光亮，这边有一只虾子，所以这边也是有虾子的。然后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其他，可是他们都躲在这种洞穴里面。哎呦，这是寄居蟹，都在这里。你们看，这边有一只鱼，有没有看到？看一只鱼，长得很可爱。我看一下，我看到一只鱼，长得超可爱的。这个手放下去，它可能就会立马跑走了。我用给你们看，等一下哦。你们看它，嘿，咦，没有，缩进去了。这里有很多洞穴，都是为了要保护他们自己。其实这洞穴里面有很多，里面也都有东西。对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这有一只。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只东西？这里有东西，这里有一只东西在这里，这里，他不知道在干嘛。有没有看到？咦，它躲在里面，有没有看？就像这样躲在洞穴里面。Hello， 出来呀、啊！咦、欸，它不出来了啦，它躲进去了。各位，你看，这个是我们刚刚所当地人说是那个什么海懒觉，对。可是我发现一件事，等一下、哦，你们看它的前面的触角。有看到触角吗？有没有没有，它在动它的触角，这不就是我刚刚很疑问？来来来来，对对对，有没有它的触角来了？这就是我刚刚很疑问，这是什么？原来它是海懒角，对，海懒，搞笑，不以为它是什么生物，原来它是那个的，当地人是这样子叫它啦，对啊。原来它可以长这么长哎、欸！所以刚看到那个是小朋友，这里也有一只，两只，哎、欸，这里也有一只，哦，所以其实它前面是有触角的耶，好酷哦！我们刚才在说那是什么东西？对，在岸上的触角很明显，哪里在岸上？哦，啊靠，吓一跳。触角在哪？这里啊，这里，我的头灯。哦哦，原来这里我正前面有一只，刚没看到，有没有它上岸的？我看，有没有它触角？它在吃。如果注意看的话，其实它在抓那个一些漂浮的生物，它把东西送到它嘴巴里面在吃嘞。你们看，有看到吗？它正在吃，看它吃味觉的，我好像也要去吃嘞。原来如此。我们还没吃饭，我们要去吃了。看到这些海生、海底的生物，又不能吃，越看越饿。我们去吃可以吃的好了。对，等一下、哦，快缩小一点。你看到我吗？有啊，有。你头发亮了，有没有？拜拜。因为现在戴头灯，所以头看起来比较亮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对，我们有备而来。哎、欸，有，这样就有了。有没有？现在又黑漆漆了，还在这边。有没有张开？有没有大家看？有没有很清楚？有头灯，那我们的溯溪鞋、水母衣一整套的。
其实我们只是随性，然后想说，欸，有没有看到正前面有没有绿绿那个，就是那个打鱼的人游到我们前面了。有。可我们把灯关掉给你们看。欸，这样就有了，有没有？我把灯移到那边。有没有？这就是他们在打鱼，所以他们是他们的灯。其实水蛮冷的，有没有绿绿的灯呢？就是他们在打鱼的人，对，是这样。等一下换我们去觅食咯。好嘞。等一下，这里面啊还有很多一种生物叫做羊水族，可是因为抓出来它会躲在洞穴里，我们等一下来看看有没有羊水族啊。对，随便找都有。真假？真的。我们不要抓出来，我们这样拍给大家看就好了。因为他们通常碰到危险或紧张的时候，他们会把他们的触角给断掉，所以我们来看有没有。我们来寻找一下哈，这里有一只虾子。虾子，因为我们刚一抓，然后它跳超远，给你们看。那这里面有虾子，这是海里的虾，这不是溪虾的。我们头灯走开一点给你们看，这样才不会那么亮。它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头灯，我的头灯。对对对对。上次也看到。有，哎呀，你们看它身体很像透明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我拿远一点给你们看，有点无法对焦。你们看哈，虾子，它刚跳超远的，刚碰它一下就跳。这里虾子蛮多的耶。我放着让它跳给你们看。好。它会自己跳，它自己跳到水里。在这边，有看到吗？有。等一下。来，哎，有没有，他在跳，有没有，他现在站在这边，这里，他现在跳在这里啊。有没有跳，跳过去那边了？把它放掉，在这里有看到吗？有，太亮了。这样子嘞。哎，我的这边，我的这个，这里有没有？这边，这里，这里蛮多虾子的。很多这种虾子。对啊，这里也蛮多螺的。可是这里有一只鱼，只是。我把它赶出来哦。对，就好。看哦，哎呀，有，这里有一只鱼。它跳好快啊，它飞去哪里了？看不到。他躲在这里面去了，哦，瞬间用跳的耶，大家的跳功都很厉害，瞬间，对啊，速度太快。这里也有一个东西，那只很像海参，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赤湖海参，它有五个牙齿哦，是类似像赤湖钢参那个吗？對，有灯太亮了，有另外一头会喷水，有没有？另外一头这边，有没有这边有一个缝？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有看到有牙齿？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，很像牙齿的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一二三四五，清楚吗？有，这是它的肛门。有没有觉得很特别？其实这一口是肛门，这是被那它的肛门牙齿保护，肛门牙齿保护，哎，所以这是它的嘴巴吗？还是它屁股？这是他的肛门哦，这是他的肛门。他的肛门有牙齿，对，那防止同性恋侵入啊。反同，对，反同。他反同，有没有看到这牙齿？我们把光拿旁边给你们看，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看到那边？其实他这边是有牙齿的，我摸一下给你们看，这里，就是这边，也有软软的，因为那个牙齿这边，这是他牙齿，看得到牙齿吗？有。这种海参，各位你们注意看它的身体哦。其他身体有没有很多很像小肉瘤？我拿一整只给你们看，有没有很像小肉？有没有那个就是一粒一粒，哎呦，一粒一粒凸起来的感觉？给它泡一下水。它身体其实就是这样一粒一粒凸起来，像小肉瘤的感觉。然后它的话，其实它常常会在身体沾了很多沙子，那个沙子的原因是为了要伪装。所以它是为了伪装，所以其实它平常的时候身体会有沙子，它最长可以长到35公分，很特别。所以只要记得，反正它呢，它的嘴巴就有五颗牙齿，它的肛门，那是它的肛门还是嘴巴？肛门，哦，它的肛门。
所以它叫赤福冈轩，冈门的冈，很特别。然后我们放回去了，我们让它自由。好。哎、欸，羊睡竹，这里。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在蠕动？羊睡竹。有没有？这是羊睡竹，只是它有时候拉出，就是有时候拉出来，它们太碰太紧张，它们会断脚这样。有没有看它的一点须须有没有在动？对对，就是它的脚，我们就不抓它了。我们让他自己好好的那个，那这个就是刚说的那个赤福冈轩，有没有觉得他在水里的时候真的是很伪装自己？有没有？因为他软软的啊，如果生物要吃他一下，哎呦，他有点扭扭了。我们还他自由。嗯，放着吧。对，拜拜。这也有另外一个，也很像海参，海参的种类很多。这是另外一种，这就是我们刚前面有说它前面有触角的那一种啊，它现在躲在这里面了，触角看不太到了。这个长得明显就跟刚刚那个不太一样。对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你要抓起来。哎呦，这个好长。有没有？它嘴巴有一边其实是有触角的。哎呦呦呦呦！哦，我尿尿了。哦，我尿尿了。这种对，这种我没有挤它哦，我只是扶着、哦。对对，它只是自己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挤它哦。也不尿尿了，就喷水了。这种海参叫做烫皮参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海参在潮间带超级多的，因为它其实是很重要，它就是在里面是扮演，就有点像清道夫的角色这样。而且它很特别啊，就是会吃一些什么细菌啊、动植物的一些什么尸体啊，然后藻类那些，它全部都会吃。然后它就是在。我们觉得我们看到是它一直在吃进沙子啊，可是其实它是在把里面有些有机物消化，而且它消化完之后，它会再如果它吃进沙子，它会再把它那个干净的沙子会把它再把它吐掉，就是吐出来这样。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清道夫的功能。这个跟我们吃的海参可是不一样的啊。对，所以它刚刚它的触角一直在吃，一直在吃，一直在吃，其实它就是在清。就是吃那些微生物我们可能看不太到的东西呀、啊，让它回去它的水里面继续清。它是海底清道夫。对，所以它是很重要的。嗯，对。好了，看他们清，今天就介绍在这里，我们也要去觅食猎。那这样，Goodbye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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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